车，下车请刷卡，车门处的乘客请注意安全。变态了！啊！天哪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又被欺负吧？没事吧？不是我们呢，不是，是我看到一个男的，他在用下体去蹭一个女孩。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你说话怎么只说半截呢？你吓死我了！你，我以为你碰到什么事儿了呢。妈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刚用手机拍到那个变态的脸了。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报警啊？啊！你拍他的时候，他看到你了没有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看那个男的刚才一直在回头看我，而且还朝我这边走，我太害怕了，所以我就先下车了。你不要报警啊！你一个人在外地上学，身边没有爸爸妈妈照顾，再说了，这种事情，你要是报警的话，顶多关进去几天就放出来了。他要是报复你怎么办？这后果，我都不敢想啊！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呢？他要是记住你的脸了，跑到学校或者公交站蹲点儿，你躲都躲不掉的。这种变态，什么事他都能做得出来。这种事情你看到了，就过去了，你全当没有发生过啊。嗯，好，好吧。我以前也跟你说过，以后你出门的时候不要穿你那些奇装异服了。您怎么又说这个呀？我这怎么叫奇装异服了？你看看你那些裙子，一条比一条短，这大腿都露到哪里去了？女孩子家家的，出门穿这种衣服容易吃亏的。不是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怎么还说这个呀？你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啊！妈妈说这些话，全都是为了你好。就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，所以那些人才觉得错都在女孩自己身上。